我跟你说，今天一凡想上了10个新老婆，全都是我的吗？那得看你的命了。你还没有告诉我抽什么，哪十个老婆？今天我们要抽的就是五本分新娘一凡赏。他这个 A B C D E 全都是手办，然后 F G H I J 是那种大毛巾哦，超级大。L 的话是五个姐妹的 Q 版公仔 ，K 的话是五个盘子 ，M 赏的话就是钥匙的那种挂坠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个 A B C D E 总共加起来有10个哎，10个，那我们10发必须出3个吧？10发出5个，5个。他能听到我的召唤，好吧？只要我心够诚，人家喜欢你吗？你把自己看得这么重，真的。10发，直接来10发。看到啊，现在这个版面很空白，很空白，很危险。但是我相信我们新年手气一定会很旺的。开抽，我想要这个 C 赏和 E。来是吧？那我看一下什么赏品比较适合你呢？就这个 N 吧，第一发来个 N， 打破我的魔咒。K 和 L， 我哎，我刚好错过 M 啊！小碟子和公仔。怎么会这样啊！我不服，我一定要抽到39，还有5月。那就中来 F， F 是大姐的毛巾，手气好起来了呀！这个5月 M， 5月的花束，这一张真的必出手办，去！二奶的毛巾，其实我觉得好哎，不亏，我跟你说真的不亏，你来5发，你帮我把它抽出来。你给我垫了，那我今天就会中的啊啊！好听，我刚刚想说不听你的奶啊，不听我的奶是吧？那就不中了啊，不中。OK， 小公仔，靠！我操，无情！点发 ，B， 有啊，月。是有延迟的，五月真的，五月这手办，五月这一套真的很好看哦，这应该是整个手办里面，哎，这几套手办最好看，这张很沉，有说法。二奶。哦，那个我知道弹幕这个时候就会说那一句话，全部打出来好吗？帮我抽个 C， 求你。来了，勾。哎，最后一张39，哎，不是这张，这个，你说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我怎么觉得没东西呢？没东西。我不信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刚刚不是说10发出3个吗？结果我们10发出了2个。要不要把暴力调上来？继续抽。我是一个很理智的人。别啊，我真的很想要那个 C 啊。那就再来两发，再来两发，两发可以盖章，两发盖章，盖章哎。抽到就是赚到啊！第一发，这一张。看到没？你就在这里，马上 C 就出来，现在出来！真的是你，真命天女！立刻出，这张来了，来 ，L， 公仔。给大家现在看一下毛巾有多大条啊！大姐，你看，可以，真的很大哎，这大毛巾。没事了，打扰了。哇，今天真是欧爆了哦！欧爆了，今天真的赚大了！以后有老婆还可以再救我一起啊！这是我抽到最爽的一次啊！下期再见。再见。